怎么还有这种动作？动作啊！你看，你就是杨江没有仔细看我的舞台，是不是没有循环过我的舞台？好，我要贴这些。我觉得什么比较好看？真的吗？肯定是不方便。我说并排，这一颗，这一颗，两颗，贴一个吧，或者是零零散散的贴也行。这样，一个要是一个就行了，不然太满了。哎，哦，黑的，到时候看他衣服上，他衣服上还得贴呢，就不能破裙子上。哎，他这个挺重的，我贴了，我贴了。啊，对的，容易甩不起来。嗯，这样，贴中间会不会太循规蹈矩了？中间的看不见啊。我就喜欢这种，上面看不见的。贴，要么贴这儿往下走，要么往上走，感觉往上走会。下面看不见。要贴中间吧。行，还是轻微的，就我要不这样吧，挂下来怎么样？你打嘴脸吧。哎，你挂下来不可爱吗？就是转，就是这样子挂下来。怎么样？这首歌吃饭，我洗完澡吧，一直都不饿。K 姐这么豁得出去了吗？现在啊，最近就我是哪也没弄啊。它只是一个缎面的吊带裙而已。我看看，这有漏了吗？啥也没漏啊。就是一，你看，我这该挡全都挡住了。确实，就是感觉。虽然啥没了，但是也给人感觉穿的还是。他这个都没有我之前演出穿的少吧，我连腰都没露。对呀，确实是吧。那 K 姐，你明天就直接把酒淋在身上了。对啊，就是怎么样是喝红酒呢？咱就是说没有什么经验啊，是这样子摇晃的红酒杯。对。这样摇晃呢，还是要这样？这样好像很难摇晃的样子，还是？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对的。你喝过啊，杨江？还是这样？应该是。没喝过，那还没见过你的喝。这样。还是反掏？还是？这样。谁呀？
今年。嗯。好累死了。这个树叶什么意思？是丰收。丰收。是废墟。等会儿，等我再想一个更加艺术性的。是落根。落叶回根。那你在剑上面划划那几下，几个意思？是破土。是播种。是重生。怎么样？废墟世界只剩我留下，再多的秘密都腐化。一切切在我眼前浮现，战火的片花。这首歌其实是讲世界和平的，就是劝大家啊，Love and peace。好累啊！我一办完这首不办了，不办了。不可能啊！不办了，太累了。许佳琪，马上舞台真香。哎，刚开始那两天我看了你。对，激情满满，鬼点子挺多，还点鬼点子。我明天要一个人 hold 住全场 ，hold MC hold 舞台。有主持的。是有主持，但是我要问那么多问题，要回答。我还要想我从哪里左右上场。送小救心丸。是。反正就是你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跟你主持。这些都是你的想法、啊、现在意思是就是我的想法，就我累我承受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愿意，对吧？三个字，就我愿意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我的我的想法，我愿意。对之前因为学习是网上嘛，然后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在线下见你、嗯。好漂亮啊！谢谢啦。好漂亮。干什么？你笑什么呀？这样说的不是实话吗？没说实话，实话我就好笑。你看腻了是吧？没有，是。姐姐好。Hello。好漂亮。哎，这件很好看，这是新的吗？对，这是新的。哦，这件很好看，穿的。瘦。好瘦，听到没，杨江？好漂亮，他刚刚都笑了，你们再看看人家，真的好漂亮。好，谢谢。第一次见你，真的好激动，也不知道说啥，好紧张。没看出你的紧张，是吗？对。打你挑出，既然我这么好看，挑一张我最好看的。都好看。你看，都选这里，不是你。行。他们 pick 今天有好几个人 pick 这张。拿扫把干嘛？拿扫把随时扫啊。哎，每个粉丝都送个花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小王子。啊。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。 耶，你这好像一个，好像英国女王。哈，人家明明是模拟 Q。 英国什么？英国女王。对的对的。下班了。我下班了。好，下班。下班了。女王的服装。这个扫把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还没明白。有一个动画《魔女宅急便》，是宫崎骏的动画片、啊，里面的主角叫 Kiki。啊，原来。然后他头发跟我一样短。我刚才还以为那个是麦子，我说，哎，是不是大麦的意思？也是。不聊吗？
你如此精彩耀眼，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。哇，这个图好漂亮啊！评价这个设计。这个是有星空里面的一朵玫瑰，就类似小王子里面的玫瑰。玫瑰世界上面有千千万万朵，但是我是你心中唯一的一朵。这是主题吗？怎么样，今天是你的百老汇专场啊。今天是百星会。百星会。咱们不说老了，咱们想要就是走一点百老汇的感觉。你看，这不是我一看到这些、这些灯都有。对的，气氛就来了。但是谁能知道这是泡沫的呢？我的脚上去就卡住，看到没？我的脚，哎，它是软的，所以我走路就是得提着。今天好困，加油！过完今天就可以。可以要的，对的。过完今天，要不行，明天还要选的。看我，看到外面你的粉丝老多人了。啊，我刚刚听他们说商城的专辑是卖完了。对的。啊，卖完了。对对对，那就是说我们货不够了。还有现场。怎么会这样？还有现场。还有现场的。对。那现场还有是吧？还有。那沙发是推在那儿吗？昨天没看排练吗？今天在排队买。哦，那就没有了，就除了现场的就没了吗？对。那我们就是还要再加几座。加货了。加货了。把麦架撤一下来。好开心啊，开心，谢谢大家，很努力。这个 KPI 是要达到了吗？达到了，我们下一场见，下一场巡演可以开始搞起了。对的对的， KPI 加油加油， KPI 搞起，谢谢大家。你家粉丝好努力啊。粉丝努力，对，我早上6点过来彩排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排长队了，辛苦了。而且现在天气冷，就是大家要照顾好自己。这啥时候放啊？这不会放的时候已经天气啊、过年那会儿，那大家更要多穿一点了。照顾好自己。嗯、好紧张。好紧张啊！啊，在上面看很好看。上面看好看，那好听吗？
真的吗？一人一场，单独一场。嗯，单独。之前我一直还是又退缩又想要去弄转角。今天。因为我就担心自己做不到，我等会儿还想看看大家线上的一些评论，今天没有直播。我要开始结束营业了。好嘞。今天非常开心。希望以后岁岁有今朝，年年有今日，其乐融融，辛苦啦！你看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嗯，现在10:20。其实，还在一切尽在掌握中。今天有粉丝问我今天几点结束，我已经想了最多3小时，10点钟结束。他说啊，太早了吧？他想跟我过年，熬通宵跟我一起过年。好嘞，那早点休息。拜拜。